自己都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出去呢？怎么可能把自己的那个儿子送出去为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死？但是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他竟然愿意将他唯一的一个儿子耶稣，让他去死，上十字架为我们受那个刑罚。天哪，我觉得这是 何等的伟大！我觉得上帝真是他爷爷滚蛋，真正是英雄的运动。所以我今麦会使，家己去听体会迄个天父迄个心嘛，迄个疼嘛。就像我头问你迄几个问题同款，我家己拢无甘愿有一个歹人死啊，我哪有可能甲家己为迄个囡仔？上帝为迄个歹人死的，我搁一届去领受迄个上最起初迄个爱，去领受那个最起初的那个爱。或许在大家的那个信仰过程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我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再去想一想最当初。所以当初你怎么去领受到这个信仰，这个恩典？你要学这个信用，你要学这个恩典，是因为上帝的疼爱，伊甘愿把伊家己为伊的囡仔耶稣，陪伊行迄个道路，背着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你是天父，去体会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儿子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是多么的痛。儿子是我们自己心头上的那块宝贝。我们再一次就是将我们自己安静在圣灵的当中。来安静当现前的勇敢，你家己家己对上帝来讲话，对上帝来祈祷，家己讲上帝，我真正需要你，感谢你有陪伴。感谢您对